没事的啦。哦，不要站在那边，我会咬你啊！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后面就蹲就好了。好，你就在这边，我保护你好不好？你就这样子，他不会叮你啦。我微笑，我微笑，我微笑。这里命都掉下去了，跟人叫一声喵，命都跑到下面去了。该你，该你。不要开玩笑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不要开玩笑。他嘴巴发白，帮我抖一下。不行，自己抖。哦、你看，越来越多了。好多、啊，你要快一点。小朋友都跟他提啊，你换换换，这边换。你抖一下。不抖也可以的，照照相照好就好了。照相照相。没事的啦。蜜蜂要吃那个花才有那个方便，它不可以吃别种花吗？怎么越来越多了？店长，你的员工离太远了，很难拍。那你拿烟好了，你拿烟。我拿了。先帮你放旁边。先把对了，前后分一分，他就不会来了。他是你看过最怕蜂蜜的男生吗？都走了啦。蜜蜂，好不好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不要站在那边，我会咬你啊！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，后面就蹲就好了。好，你就在这边，我保护你好不好？你就这样子，他不会叮你啦。哎、欸，快没烟了。好了，开始了。Oh my god！ 微笑，微笑，微笑。这里命都掉下去了，跟着人叫一声喵，命都跑到下面去了。Oh. 你刚刚是说前面说不能叫，影响到命。所以等一下拿第二个了吗？可以，你要拿起来抖一下。嗨，抖一下哈。嗨，这样拿起来，对不对？摇一摇。不可能，那个声音那么大吧？它这是蜜蜂飞出来。好，换我了。你快说啊！好了好了，加油！哦，你根本是惹怒他，不要那么多。我帮你刷。你这个太摇了啦！来，你们先去别的地方玩哦，我们要工作了。其实蛮酷的。那个最后那位艺人可以不要躲镜头吗？应该还好吧。该你，该你。不要开玩笑。我跟你讲，第一真的不要开玩笑。第一个弄比较好，你看现在。对啊。好了吧，你看太用力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不是，你还是得做。不用吧？要，你这不做，我们就一直在这边。对啊，加油！不要那么怕，加油啦！不要那么怕，加油啦！他嘴巴发白。现在没有风的时候，你还是阿伯，你帮我拉起来，我就拿一点就好了。对，啊，你帮我抖一下。不行，自己抖。你看，越来越多了。好多，你要快一点。小朋友都跟他提啊，你换换换，这边换。你抖一下。不抖也可以的，照相照好就好了。照相照相。